是我们的快速剪辑时间。我自己是不太喜欢接单纯只有剪辑的案子，就是客户把影片都拍完了，然后单纯给你剪辑。我觉得这样子效果通常都不会到很好。我一直觉得拍摄跟剪辑需要互相搭配，你不可能摄影就直接相机架着，然后就拍2个小时，然后你觉得剪辑可以剪出一些很酷炫的画面，这不可能的事情。但目前找我剪影片的人有2类，一类就是单纯那一支影片就是为了要赚钱，就是广告的部分。那这一类的人呢，我就不太会太用心去剪，也不是太用心，就是我不会额外增加我想要放的东西进去，就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反正他就只是为了赚钱嘛。速度快，然后我们就把东西生出来这样子。第2类的人呢，就是比较像是创作者，可能他是做衣服的啊，然后他是做食物的啊，然后做音乐的啊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就单纯他给我创作空间啊，他自己也在创作东西，那我们就把这些创作结晶结合在一起，做出一个很特别的影片。通常这样的影片会比那个单纯想要赚钱的影片还要有趣很多很多。好，谢谢。它是切香蕉的，啊，是这样啊，是把1根香蕉放进去的，就变1根。它切这样干嘛？就跟那个切苹果的一样啊，为什么要有那个切苹果来压下去？香蕉大师。也晚上了，那我在睡觉前就来测试一下我们的神奇 LED 小灯。那这2个灯，这里有一盏小小的布丁灯，然后还有另外一根灯棒，这都是洋葱工厂，叫 YCOni 这间公司，他直接寄给我来，让我来测试，然后让我来分享。跟大家分享的，那我就想说，我们就把它深入的测试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再测试一下电量的部分，反正应该这个假日这个影片就会出来，反正有兴趣就会去看一下就对了。那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洋葱工厂寄东西给我来测试，然后他寄给我2个柔光罩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我不知道他们是不小心包进来，还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反正他寄给我2个柔光罩，到底我只有1盏灯啊，他寄给我2个柔光罩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好啦，那差不多就这样结束。